世界天空。新一代的艺人呢，不要说新一代了，已经可能在这个行业十年的那一种了啊，他们已经啊，你知道吗？他跟我说，每天呢打开报纸啊，哎，求神拜佛，不要念到自己的名字，因为一见到呢，肯定不是好事，肯定。真的、啊、正常啊，所以这个是心态、啊、你当然如果你是艺人，当然希望曝光啊、嗯、多一点上镜的，所以喜欢上来直播的节目、嗯、上电视直播，你看的我是什么、嗯、我自己说，当然你都会犯错，都会人家都会问你一些你可能不高兴的，可以几句为你去嗯，表达，起码这个是真实的，还有惊喜的一面、嗯。可是他报道你，你怎么知道？像我那么多女朋友，他都报道不了，因为他怕了我。你当然了。我想，谁会得罪你啊？不会，他们对错很。